来和我画画吧。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美术魔法秀手工课堂。今天我们要折的是小青蛙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和刻刀，将正方形的纸对折，然后我们用刻刀将纸从中间裁开，留下其中一半，将纸竖放好，然后我们将它对折打开，将左脚沿着中间的骨线对折打开，反方向再对折，打开以后将上边缘线与中间骨线对折，用你的食指将纸沿中间骨线向里挤压，折成一个三角形，将下半部的纸向中间的骨线对折，整体对折，打开以后拿起你的左脚，将下面的纸与中间骨线对折，右侧同样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拿起左脚向上翻折45度，右脚同样翻折45度，将下面的纸向中间骨线对折，将左脚反方向向下对折，右侧脚同样向下，然后我们将它打开，抓住里面的脚向两边拉伸，压实，然后将左右两脚搬下来，然后反方向折叠，接下来我们将它向上对折，反方向再折叠。好了，我们可爱的小青蛙就做好了。扫描二维码下载波士童趣 APP 或加入 QQ 群，更多精彩尽在波士网童趣频道。波士童趣，我的缤纷童年。